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睇人生胜利组，我是你们的小编 K。 地球上的生物真的很多种，还有很多很多到这一刻都依然未被人发现。现在呢，就有一粒来自纽西兰、澳洲、帕斯马尼亚州的好像蛋的东西，称之为恶魔手指。首先要声明的是，它是一种菇类，一开始的时候看下去好像一只蛋。它不似其他蠶类，恶魔的手指呢并不会直接在地上长出，而是从蛋一样在物体中诞生的。通常会有四到八只触手伸出，看下去完全不像这个世界的生物啊。还有鲜艳的颜色，是用来吸引苍蝇将它的种子撒去其他地方。根据《生命百科全书》里面写到，恶魔的手指只是可以在仍然蛋状的时候才可以进食，孵化了之后就不可以吃的了，而且也只是建议在必要的时候才去吃它。真的太神奇了，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外星生物添。